啊，那口念佛实在讲是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呢，怕心里头忘掉，心口要相应啊，口念呢提起心意，心里头一佛念佛了，意念都是心的，都不是口啊。第二啊，口念佛念出声音呢，是度众生的 啊让众生有这个缘分呢，听到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这一句佛号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，这是化他了。随着我们念念出声音，是自行化他啊，用意在这个地方啊，帮助别人，不用拉着人劝人的。阿弥陀佛他听到了自然进去了啊，不必去拉他，不必去劝他，这样就进去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方法啊。所以说持受持非常重要啊，持经接受经典里面的所说的事实。西方十万亿佛国都那一边，真的有世界名的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我们真的相信，真的愿意去。世尊在这个经里面，总共劝我们发愿往生呢，四次的劝勉呢，真的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啊，四次劝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，这叫受持，这个叫受持啊，这个心愿决定不让它间断，这是持。这是持经啊。